因为刚看到说，哎，起跑了，这一球、真的还带有这个打击在左外方向，最后是 sliding catch 接杀出局，现在垒上的跑者赶快回去，一垒、来得及，好精彩的一个攻防哦，攻防两边都展现高水准哦，高国辉 sliding catch， nice catch。有些可以解决打者，但是像面对到郭富林这颗球来看，他没有往下掉就很危险。特别他最常用那个变速球，这个时候看一下陈凯伦传了，回了一个美记手背，他的脚好像稍微有点被自己绊了一下，在这边哦，哇，被自己的脚绊到，还传得这么准。准是没有很准啊，范国成最后弥补那个往上拉的动作是还蛮顺的。今天到目前为止有出现这一球带起来，哇，来手跳起来，空中抓飞鸟，抓飞弹，陈庸基这个时候跳起来 ，nice catch， 这样被接到也只能认，没错。再来看一下，这速度有够快啊！哇，陈庸基应该以前也是打篮球出身的。陈庸基可能说这几天 NBA 开始了，跑马刚开季。还需要一点时间呢。嘴棒打到了右半边的飞球，这个距离应该是够了。右外手现在要回传，哎呦，好的，哇，这个球真的传得有够准、哇，快艇这个回传球，帮球队一口气抓到了两个出局数哦。这圈也是知道，算是带成了一个反方向的飞球。最主要是他接球的动作，他很早就开始在调整他脚步来做传球。哇，这个没话讲，想传的这么准，真的出局也没话说了。这最后不是非常接近呢，是很明显就对于守备方有利。这一球出手，哇，在中外野方向的深远飞球，哇，再见全垒打。这是一个再见三分炮啊！哇，最后郭富林真的是天生英雄命，跟对手说拜拜，而且一棒三分，季后赛的第一红就是一个再见全垒打！哇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中场同一次是以4-1拿下了 Game One 的胜利。哇，这真的是太神奇的一个结局啊！虽然说。我相信他经历这样一个这个情境才不久前哦。